文豪ストレイドックス迷い犬怪奇譚。Hello， 我是七二三啊。今期文嘢咧就突破咗500万嘅下载啦，就出咗一张新卡嘅。咁都系外传嘅角色啦，凌烨恒恒。咁之前咧佢哋两个都有出单人嘅角色卡面嘅，不过咧就今次系第一次出搭档嘅卡面啦。咁我嚟睇一个卡先啊，呢一张 SSR 嘅。另外仲有之前都出过嘅镜花啦，同埋呢张小老虎同埋宰嘅搭档，呢张之前出过但系冇抽到，都想抽翻嘅。仲有都系出过嘅宰同埋中原啦。今次目标希望就系抽到搭档嘅嗰两 pair。诶，第一抽有紫色，系冇神奇，超神奇，好耐冇见过紫色啦，十年冇见过。但因为不是保底，需要看看几时出嚟。第二张又一样啦，再哎，月下兽应该是小老虎是宰，是不是期待一下。哎，没错啦，终于抽到我们的上一次抽正的小老虎和宰的搭档啦。等我截个图啊。咁啊，非常之好啦！如果可以出多张就更加好啦。都系宰，今日宰好多啊！组合嘅都有。OK， 今日一隻新嘅 SSR， 然后呢之前都有抽过外传嘅荆棘夏彦啊，不过冇抽到啊，有一张券就抽一抽，因为佢工队嚟讲都算系几强大嘅角色，都想抽到嘅，所以拎到个券都攞嚟抽啦，但系就抽唔中啦。咁啊，唔紧要啦，之后有券就再抽。最后咧抽埋个场景卡，都凑咗1000几嘅。上一次抽到 UR 啦，但系就唔系彩色出嘅，所以你见到颜色都唔使咁伤心，有机会都可以出到 UR。今次就一张新，但系就冇 UR 啦。OK， 咁最后睇一睇个角色。就是小老虎和宰的搭档在哪里，在这里锁锁。好，那我们下次抽卡再见啦，拜拜。